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，非常想打就打。我的天哪！然后我妈妈就我想打他的时候就忍住了，因为我改了。哦，告诉你，给你说一下。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是生气的？对不起，那我觉得有点喜欢你。哎，我帮你挑走，走吧。为 C 罗鼓鼓掌。喂，哎，那个怎么睡得这么销魂呢？这是什么姿势啊？哎呀，演，继续演。靓仔，你知道这个镜头拍到你，你的帅气的形象全部毁掉了。啊？你看还是这招管用吧？马上起来了。